生活像悬疑的小说，下一页剧情是什么？我相信没有人晓得世界究竟怎么了。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，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，好像时钟几秒钟。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，回到自己那一过，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路口。我喜欢孤单冒险，追逐梦的线索，我的主角傻屌是自由，再也不想做无聊的那个我。我走向梦幻季节，原来那么快乐，我连呼吸都是幸福的，换一个角度去看另一个地球。爱情的范围谁画得出呢？我爱的人剩下了几个？我翻阅记忆的底片，美的丑的我通通记得。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，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，好像时钟几秒钟。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，回到自己那一过，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路口。我喜欢孤单冒险，追逐梦的线索，我的主持傻屌是自由，再也不想做无聊的那个我。我走向梦幻季节，原来那么快乐，我连呼吸都是幸福的，换一个角度去看另一个地球。屋顶上的我，镜子里的我，啦啦啦啦，黑夜留短发的我，最胆小的我，啦啦啦啦，黑夜也害怕错过，期待着花火，那是我。我喜欢下表示自由，再也不想做无聊的那个我。我走向梦幻季节，原来